刀不能携带，管制刀具都是不能携带的，菜刀、管制刀具、匕首、刺刀、佩刀、三菱佩刀、三菱刮刀、猎刀、弹簧刀，这些都是不能携带的刀具，都是不能携带的。刀刃的长度是不超过60毫米的日常刀具才可以，其他的都要托运的。我建议您的话赶紧报车上的公安，或是寻找列车的工作人员、车长。